看这一题，当人造卫星呢、啊、在圆形轨道做等速率圆周运动时，其速率不变，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好，我们看 A 选项，卫星受地球的万有力与向心力相抵消，合力等于这错了。就万有力呢，提供哦这个物体呢旋转的向心力啊，哦不是说。这个万有力跟向心力抵消，这是错的。这是再来看 B， 卫星运动属于变速运动，变速度运动，这个对了，变速度运动。再看呢 C， 绕行地球的周期与地球的自转周期相等的卫星称为同步卫星，这个对。哦，就是说。那个卫星到地球一圈的时间跟地球自转一圈如果一样的话，那这个卫星、哦、会始终呢停在呢你的头顶上、哦、如果一开始的话卫星在你的头顶上的话它就会停在那边、哦、这个叫所谓的同步卫星、啊哦、就是说卫星绕一圈、地球跟着绕一圈，这个称为同步卫星。哦，这 C 这个是对的。啊，再看 D， 卫星绕地球运转所需的向心力来自地心引力，这个对啊。地心引力呢，提供呢卫星旋转的向心力。所以错的答案应该是选 A。